哎、欸，我听周星哲说你有想家哦，對啊、你有偷哭是不是？不能说偷哭。昨天我们不是滑那个独木舟吗？然后就看海，我就觉得就突然很难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觉得说好想家哦，就是 OK， 就是感觉就是对啊 ，Yeah， 我觉得我自己的心有在打开一点，我确实还是每一天都在找一些方式，就是可以跟大家更自在的相处。Yeah。妹妹来，好，来吧，要吃饭了。妹妹，你这样子跟短短很像哦。